大家好，我是草根儿。5块钱买了一斤羊血，又弄了一把韭菜，准备做个喷香扑鼻好吃的羊血炒韭菜，再整点小白酒，好好喝2两。这是5块钱买的一斤羊血。我们把羊血赶下刀，把切好的羊血先焯下水，倒点料酒去腥，加点精盐。这是已经切好的葱和干辣椒。羊血现在已经焯完了，捞出备用。我们再切大蒜和姜，还有花椒。我们再切鲜嫩的小韭菜备用。倒入大豆油，加入葱姜蒜干辣椒花椒，加入羊血，放入13香，少许的陈醋，料酒，精盐，下入韭菜，羊血炒韭菜，马上出锅。再放入少许的鸡精，出锅。喷香扑鼻的羊血炒韭菜，就这么轻松而自然的熟了，兄弟们，味美呀！兄弟们，小羊血熟了，开捞吧！尝尝羊血什么味道？头一次吃，羊肉羊下水汤咱们吃过，羊血咱们还是头一次吃。入味了，香啊！好，这韭菜太好吃了，鲜嫩的。酒是粮食做，不喝有罪过。酒是粮食的精，越喝越年轻。这有小羊血炒的吗？味美。这羊血呀，是比猪血好吃啊，兄弟们呐，皮嫩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。喜欢草根的视频，记得点个关注。我们下期见。
会儿买。